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五分钟，五分钟完蛋了。嗨，大家，我是李欣。今天这支影片是一个15分钟的挑战，我的任务就是在15分钟内做出三道菜，不会剪接，一镜到底。最后不管任务有没有成功，我的相机就直接关掉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挑战吧。你等一下，你要说开始哦。啊，我要装水。哦，我就会闪开哦。你他开始跑，你就闪开。预备。Start。啊，滚。好，冲水。现在我要做番茄炒蛋。Oh my god！ 我的手在抖哎，天哪！关卡一，你关卡一，现在来开始干扰我们的新小朋友。不要干扰，不要吵，闭嘴。不要干扰。不要干扰，我的手好抖，等一下。好像不是很专业的打扮哦。怎么会不专业嘞？Oh no！ 哎呦，操！看来几分钟了。我们等一下的中餐。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一分半。你看有热吗？一分半了。好，一分半是好，好像可以哦。好紧张哦！时间经过了两分钟，两分钟是假的。哇，看来我利用这个空档做些什么吗？我已经做完了，我现在就是要让这个蛋熟。你现在正在发呆？我没有发呆，我现在，我不知道大家的番茄炒蛋是怎么炒的，但是我的蛋跟番茄味。我会先煎蛋，把蛋煎熟。我不会先把番茄炒熟，我再把蛋一起丢下去。我喜欢分开的。你不要这样，这太刺激了！天哪，这火为什么那么小？Oh my god！ 就在你等水滚的时候，时间已经。经过了三分钟。Oh my god， 三分钟，好了，起来，先把饭拿起来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手在抖。好像是没炒过菜的人，还想挑战十五分钟做三道菜？我不是，今天这就是一个挑战啊！我不是什么厨师。不会，火还没开。大一点呢，火很大一点。我现在同时这边在炒一个东西，会不会太显太夸张？不会，但是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五分钟。五分钟完蛋了！有啦，我已经水已经滚了。应该是滚了吧？滚了，滚了，下去。
紧张。把梗用下去。15分钟，怎么那么短啊？几分钟了？现在时间经过了6分钟。6分钟，完蛋了，死定了！不会了，看起来好像蛮容易，好像有机会成功哦。有吗？加油，加油！已经快完成了一道菜了。你有气。你第一次用这么大的火在煮饭，这样子才能晋升为中炮塞。哇，还要试味道啊，时间都来不及了。OK， 啊，你很难吃怎么办？都全部吃光。哦，一公斤，好了好了，一道菜哦。好，好，滚滚滚！啊，好烦哦。第二道看起来是葱爆牛肉感觉。没错，葱爆肉丝，没有买牛肉。还行，几分钟了？时间还有8分钟。哦，还有8分钟。是的。这火量太大了，怎么办？哇，你不要做那个无聊工啊！你不要吵啦，我这……哎，坏在没手怎么办？我你会吃？我会手好不好？请下。哎呀，我一直在烤，一直烤，一直。哎，还有几分钟？不用急，时间到了会。哔哔哔哔。啊，现在还有几分钟哎，我想知道一下。7分20秒。哦，7分20秒，悠闲悠闲。看起来好像游刃有余哦。小姐，那个抽烟机器打开，不行，会咣咣叫，不开。所以我才说开那个窗户啊。等等，我先去开那个全热。好。太刺激了吧！我这个放在这边，等一下掉到地上。再放进去。好，放手。哇，现在是上色阶段哦。上色阶段。哎，你用了什么东西？来来来，各位客官，他用了一个作弊的东西。秘传烧肉酱汁 Costco 买得到哦。
好吃哎。时间，加一点糖啊、哦。还有五分钟哦，还有五分钟哦，可以啦，我现在是。你看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有人都发呆了，有人发呆，花椰菜好了，花椰菜好了。看起来很好，有它熟了，然后这样一个一个捞吗？好烫哦！时间还有四分二十秒，四分二十秒、我怎么觉得好像轻而易举哎？我一开始超担心的。几分钟了？不告诉你。镜头看一下。好。在那边，就在那边给笑。三分四十。三分四十五。好啦，那已经差不多啦。三分二十秒，一刀未点，究竟能不能成功呢？哇，还有心情看镜头啊！三，现在还有多久？两分五十五秒。两分五十五秒。可以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还有时间擦那个盘子的边缘。这个小姐，你是不是在发呆了？没有，在发呆，在做事，好不好？好，又用了一个卑鄙的料理。什么卑鄙的料理？是水煮的。花椰菜加胡麻酱啊！造成这道菜五次。哦，两分钟了。两分钟啊，不是要擦盘还是边缘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我没有吃出味道，但是应该可以。哦，可以，好不好？一分四十八秒。慢慢倒，慢慢倒。把它漂亮一点啊！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好好，还有时间对不对？来，第一道，烫花椰菜加胡麻酱，然后再来是番茄炒蛋，然后最后一个是葱爆肉丝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很好吃？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？还有几分钟？现在万百分，一分钟有没有完成？好不好？啊、所以呢、欸、好嘞，完成嘞。那我现在把它拿下来。自己截片尾啊？没有，我先要给大家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我手怎么抖啊？我还在抖。OK。耶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站在这边，我站在这边。
你就在那边煮，就大概是这样。现在有人在作弊？我没有作弊，我这是前置作业，好不好？谁给你作弊？还有没有什么没准备的？赶快，赶快！不知道。